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东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浙江杭州萧山区，靠近这个诸暨赤木村这边。我现在入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。这次来这个浙江呢，主要是来参加朋友的婚礼，顺便呢在这边周边玩一玩。这边的这个新农村啊，感觉建设的非常的不错，等一下带大家呢一起去看一看这边的风景，了解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，好吧？那我们出发了。我们住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农家乐酒店，这个门牌的名字啊叫鞋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鞋牌。这个里面有一个云上黄岭的农家乐俱乐部，感觉还是蛮好的。据这个老板介绍啊，以前呢这里是一个废弃的工厂，然后呢他把废弃的工厂改建成了这种民宿。那么在这边呢，其实都是一些自然风光啊，有古镇啊，有这个大山。在这里边都住的是这里的这个原住民。这边呢是隶属浙江萧山，杭州的萧山区，环境是很不错的。看看这个浙江的这个小别墅啊，浙江的新农村建设非常不错。横田秤洗衣房内屋啊，你们这是在洗衣服啊？洗衣液，对，都洗衣液。洗衣液没错。那这样人比较累一点，对吧？人比较累一点，快还是快？快。这么多衣服吗？这样洗快啊？那肯定这样不快了。干净也是这样不洗干净。估计你们都这样洗的啊？年轻人现在。年轻人都洗衣机洗了，是吧？你们这边讲话我也能大概能听懂。差不多哦，都是这样洗的。都是这样洗，年纪轻的人嘛。
您现在就洗衣机洗了。对对对对，你刚讲的对吧？嗯。